看到对男子黑衣男子指着对方枪杀，双方扭打在地，一群朋友上前劝说，其中女友还整个人围了熊抱，要男友别再打了，只是要结束了。两分钟后，战争又开始。明明要上车了，双方又吵起来，女友又使出抱抱这招。事发在台北市万华西门町 KTV， 当时清晨五点，歌都唱完了，白衣男子这方坐在骑楼下，没想到黑衣男子经过，呛了一句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双方扭打在一起，警方来了，通通送进警局。大概就是周末的时候啦，然后就常常有一些喝了醉的年轻人啊，酒气方刚，喝多了，然后又喜欢在女朋友面前逞气魄嘛。其实这间 KTV 在半年前每个礼拜打一次，打到辖区派出所，每天都得派人盯着。只是当天远景才撤离五分钟就开打，也让父亲住户困扰。好在女友使出爱的抱抱化解纠纷。记者杨忠信，台北采访报道。